你胆子有多大？哇，他会走路！哎，从哪到？哇！哇哇！啊，肚子好大呀！很有爱哦，感觉。对呀。他一直在走，哎，他一直在行走。你一直在走，你知道吗？你一直在走路，你自己知道吗？你真厉害！我不敢相信，我真的在跟他一起在走路。豆豆，豆豆，豆豆，走，我们体检去了，走。走。他一定是个人扮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定要告诉我，他是个人扮的。你要这么，豆豆。他就自己上来了。哎，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没有毒的啊！不行，你不动了，他就不怕了，你就这样子放着他，他会慢慢走过去的。不是，有点。你要给他做体检的吗？对啊，我就不敢接受他怎么做体检啊。我基本上没有害怕的动物。我就怕腿多的。海涛，海涛呢？啊，海涛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我求你了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，真的别闹！我也害怕他。哎，不行！哎呀，我有人质啊，人质在我这呢，邱医生在我手里，不要做什么让我过激的，不要逼我，邱医生在我手里。你真的是我的四眼白吗？不然呢？那你的黑框眼镜呢？你的龅牙呢？你有没有跟你那个网友浪子先生在一起啊？你多大了？我十七啊。你老公是谁？大房花子类二房道明寺。我靠！你不会穿越了吧？你现在不是梁夏，你是小梁夏。那我现在多大呀？28。那我是不是不用高考了？啊？那我是不是想干嘛就干嘛了？那我是不是已经成为画家了？一桩桩，一件件。当三天后，我们拿起对讲机，斩钉截铁地回答道：“随时待命，准备完毕。”那一刹那，我们都哭了，因为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